帅气皮衣，再给镜头一抹微笑。天哪，韩国最帅师奶杀手玄彬来台湾了。玄彬要照相要握手，玄彬来者不拒，打批粉丝接机，差点让机场暴动。大家好，我是玄彬，很高兴见到大家。不免俗的先讲中文，把干净。首度来台，握麦握到爆青筋，看得出玄彬好紧张。也幸好抵台时间选得刚刚好，今天来也恰到好处。因为如果前两天来，大家会比较尴尬一点。那今天来的刚刚好啊，我们刚好敌人已经换人了，所以呢，非常的欢迎他来到台湾。今天我们的粉丝将会看到什么样的玄彬？이거는지금말씀드려도될지모르겠는데이렇게레이저를이용한어떤퍼포먼스를보여드릴생각입니다3月9号粉丝见面会有镭射表演，还有健行伸展台延伸50公尺，要让粉丝近距离接触。不过玄彬偷偷说，他好想吃小笼包。소룡포小笼包，小笼包，예그것도들었고그리고요즘에그망고빙수가굉장히유행한다고예들었어요예그리고뭐이렇게파인애플그과자后来还真的是蛮想吃的，但你跟他讲抱歉啊，今天台湾都只吃寿司啊，我们要吃垮他，我们也没有凤梨酥，我们只有日本酥哈。全台夯棒球，不过这股冰旋风恐怕也要席卷台湾。一电视王旭宏、黎明 SNG 小组台北报道。